这个男人命犯桃花，在火车上睡得正香，突然一个美女坐到了他的床头，婀娜的身姿晃得男人挪不开眼，不经意间发卡砸到男人脸上，男人心中一动，偷偷将发卡装在了口袋里。女人住在渔墙上铺，她热情活泼，大方地介绍说自己叫周冰，两人很快便熟了起来，一起去车厢接热水。在拥挤的车厢里，渔墙有意无意护着周冰，周冰一直呵呵笑，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渔墙的心。他清凉的穿着更是牢牢抓住了渔墙的视线。临下车时，两人互相交换了名片，周冰还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写在了渔墙胳膊上。渔墙从没想过自己会有此番艳遇，激动得受宠若惊，完全忘记了正在家中等待他的妻子。妻子阿言很是贤惠，在得到渔墙要回来的消息后，就张罗着买菜做饭，还提前让母亲接走了儿子，又推掉了和闺蜜出去旅游的计划，准备好好过一过二人世界。闺蜜打趣道，小别胜新婚，你可悠着点。阿言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饭菜，因为母亲曾经告诉过他，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就要抓住一个男人的胃。他做了一大桌子丰盛的饭菜，还点了蜡烛，准备吃烛光晚餐，把家里收拾得焕然一新，换好新床单，准备迎接渔强。一个接一个电话打了过去，结果晚上渔强却打回来电话说不回来吃了。阿言默默把蜡烛吹灭，对着空屋子暗自神伤。直到午夜，渔强才醉醺醺地从外面回来，阿言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安顿到床上睡下，却发现他口袋里掉出了一个女士发卡，他胳膊上还有女人写下的名字和电话，这一切都说明丈夫出轨了。阿言非常难过，在沙发上睡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就独自去了厦门旅游。然而刚到酒店就闹了个大乌龙，他和隔壁的一个男人在机场拿错了行李箱，两人打开后方才发现，男人已经将阿言的行李看了一遍，也知道了他的小秘密，不禁玩味地看向他。阿言怒气冲冲拉着行李离开。事实上，从在北京的机场出发时，钟良就注意到了阿言，两人手机铃音一模一样，一人手机响起时，另一人总是会当成自己的，一模一样的行李箱，还是一样的密码，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拿错了。不知是缘分还是巧合，他们又住到了同一家酒店相邻的房间。阿言待在酒店，看着窗外的大海，心情依旧很沉重，独自一人时没有自由的喜悦，有的只是对丈夫孩子的牵挂。她始终放不下心里的责任，然后给丈夫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，阿言不禁心烦意乱。但渔强就不一样了，他一个人待在家里，老婆孩子都不在，有了自由就想做点平时不能做的事情。看着胳膊上电话号码的痕迹，他不仅想起了周冰的一撇一笑，拿起手机给他打了电话，约他一起出来吃饭，而周冰也大大方方地出来赴约。阿言出去吹风，又遇到了钟良，他直接转身离开。钟良看着他的背影，不禁来了兴趣，他按响门铃请阿言吃饭，说要对拿错行李箱的事情赔礼道歉。阿言本来想拒绝，但一想到丈夫的背叛，他就改变了主意，跟钟良去了饭店。阿言一口气点了2000多块钱的海鲜，钟良也没在意，任由他点单。两人闲聊起来，钟良夸阿言长得漂亮，很像自己大学时暗恋的校花。阿言问他和妻子也经常出去吃这么贵的饭吗？钟良没有回答，而是转移话题让阿言多吃点。阿言十分厌烦，果然男人都一样，对待妻子吝啬，对待外面的女人却是大手笔。他饭也吃不下去了，两人又回了酒店。阿言依旧十分冷淡地回了自己房间。到了晚上，突发急性肠胃炎，他疼得直打滚，但是在厦门没有一个熟人，只好按响了钟良的门铃，让他带自己去医院。钟良马不停蹄地将他背到了医院，得知阿言是吃海鲜后犯的肠胃炎，钟良有些愧疚。到了晚上，他租下了阿言旁边的床位，还贴心地关了灯，小心翼翼地躺到床上，盯着阿言精致的侧脸看了许久。晚上阿言上厕所时，钟良还帮他举着吊瓶，把自己的鞋给他穿，自己光着脚。第二天醒来，钟良一睁眼就看到了对面穿着浴袍的阿言，雪白的肌肤，精致的五官分外动人。钟良看了许久，起身拉上了窗帘，望着女人动人的侧脸，男人情不自禁走了过去，见女人还没睡醒，又伸出手掌量了女人脚的长度，细心地帮她盖好被子。阿言醒来时，钟良已经去上班了，他还给阿言买了衣服和鞋，让护士转交给他，衣服和鞋的尺寸不大不小，刚刚好。他还留下了100块钱让阿言打车回去。护士不停夸钟良对阿言有多好，语气里满是羡慕。阿言说自己丈夫当然好，
卧室根本不信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们并非夫妻。回去路上，阿言给于强打去了电话，关心他的生活，嘱咐他生活中的小事，而于强语气非常不耐烦，还嫌弃阿言啰嗦。阿言说自己生病了想回家，于强不仅没有一句关心的话，反而还责怪他太矫情，让他在外面多玩几天再回去。没等阿言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回去后，阿言向忠良道谢，将医药费和衣服的钱一并还给他。忠良埋怨道，我们一定要分得这么清楚吗？我就这么让你讨厌吗？阿言直言说，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忠良也赌气说道，你是我目前为止遇到的唯一一个没有一点魅力的女人。两人互相伤害后，握手表示要做普通朋友。阿言来到酒吧借酒消愁，忠良则一直围在他身边，有意无意纠缠，而后观察他的反应。阿言非常不耐烦，说出的话也没有客气。听多了阿言的冷言冷语之后，忠良准备放弃纠缠他了。阿言为了验证丈夫的不忠，先给他的单位打了电话，公司说他休假了，但是又给于强打去时，他却说自己在开会，实际上他正在和周兵约会。于强撒谎的技术很拙劣，阿言气得把手机扔到了沙滩上。这一幕刚好被远处的忠良看到，他给阿言打电话说，我觉得我是在面对一台发球机打球，总是有去无回，我决定不再纠缠你了。然而听完他的话，阿言并没有如释重负，反而有些慌乱。夜晚走在路上，看到热恋的小情侣，阿言都能想象到于强背叛自己的场景。与此同时，于强也把周兵带到了家里，他和周兵约定好，上楼时装作互相不认识，下了电梯往不同方向走，防止被别人看到。结果下了电梯，两人就撞了个满怀。电梯里的大妈故意喊道，这两个人怎么连家都不认识了。于强迫不及待地把周兵迎进了家里，周兵一直呵呵笑。于强有贼心没贼胆，眼睛不停往下瞄，刚鼓起勇气想干点坏事，阿言的电话又打来了。对于阿言问出的问题，他回答的吞吞吐吐，一旁的周兵还在故意说话。于强的演技非常拙劣，话里话外都是心虚，阿言直接就看出了问题。于强挂下电话，盯着周兵的笑脸，终于准备做坏事。为了报复出轨的丈夫，阿言思考许久后换上衣服，按响了忠良的门铃。忠良正在房间跟朋友玩牌，阿言让忠良陪自己去海边散步，忠良二话没说就去了。他发觉了阿言的反常，嬉笑着劝他想开一点。阿言说自己要痛痛快快玩几天，并让忠良陪自己一起去。忠良帮阿言披上外套，答应了他的要求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两人一起出门旅游，阿言总是对忠良若即若离，游玩了这么多地方也没有让心情变好。忠良拉着他在山顶上大喊大叫，阿言才算开心起来。他们喝茶听戏，徒步爬山。忠良直言想和阿言发生一些美好的、健康的又不拖泥带水的关系。两人去商场买了同款衬衫，阿言试完衣服出来，习惯性喊着丈夫的名字。晚上回去，两人各自打开房门，忠良想让阿言去自己房间坐会儿，阿言拒绝了。当他改变主意想去时，忠良已经关上了门。夜晚，阿言吹着海风，久久不能平静，于是两人住到了一起，睁着眼睛都睡不着，便起来聊天。阿言得知忠良和自己一样已经结婚7年，但是他没有孩子。他说和妻子在一起生活就像在打麻将，赢了输了都没有奖赏，没有赢家的喜悦，也没有输家的懊恼，总结下来就是平庸。而他早就看出来阿言是和丈夫吵架才出来旅游的。阿言说自己在丈夫口袋里捡到了发卡，忠良说也许是随手捡的，但是阿言还是更相信自己的第六感。她和丈夫是初恋，大学时就谈恋爱，然后按部就班结婚，所以一有风吹草动，阿言就受不了了。忠良帮她分析着，你是不是都没有想过离开你丈夫的生活？你看现在外面的女孩多厉害呀，她们想要什么就敢大喊大叫，又哭又闹，有几个男人能宁死不屈呢？阿言下意识为丈夫辩解，她最多是有贼心没贼胆。接下来，忠良又说了一句大实话，男人都希望自己的老婆安分守己，可是又希望别人的老婆花心多情。男人再早回家，当老婆的都会觉得他回去的太晚，不愿给你开门。而情人就不一样，无论你多晚过去，他都会高高兴兴的给你开门，这就是区别。说着说着，阿言就不想再听了，也许这就是大部分人的婚姻生活，但又没有办法改变什么。阿言觉得和忠良在一起时还挺开心的，他会帮自己准备好早饭，还会记得自己的生日送花准备惊喜。阿言在家里都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，他都是给老人小孩过生日，从来没给自己过过生日。
他决定今晚好好玩一下，和钟良来到了酒吧。男人和女人在舞池中贴身热舞，此时他们都抛下了心中的一切，只求欢乐。一杯酒下肚，男人情难自禁，拉起女人就跑回了酒店，迅速交流起了感情。这个夜晚很长，长到阿言此后每每想起都会心跳加速。然而两人终究是露水情缘，他们都有各自的家庭，所追求的不过都是一时的新鲜感，谁都不可能因为对方放弃自己的家庭，他们都非常清楚这一点。第二天一早，阿言就要回家了，两人都很不舍。钟良的妻子打来电话，他直接拒绝，他坦诚道，没有人会在这种情况下接伴侣的电话吧，即使心里再难过，两人也只能分开。阿言失落地回到家，看着熟悉的一切，心情非常低落。于强回来后对他百般殷勤，满脸都是愧疚的神色。以往都是阿言做的家务，如今他却争着抢着做。看着屋里的吸尘器，于强觉得还是瞒不住，把自己做的荒唐事都坦白了。那天他把周兵带到家里，正准备做坏事时，突然来了一个送货的，推着一台吸尘器就往家里送。阿言很疑惑，自己从来没有订过什么吸尘器啊。这时周兵发话了，你不是答应过要帮我冲业绩吗？于强这才明白，原来自己被套路了。仔细想想，哪个美女会这么轻易地接受自己不怀好意的邀请呢？这都是他做生意的套路罢了。这台吸尘器足足要7500，周兵笑道，我还给你打了八折呢。于强只好把钱拿来当了冤大头。随后周兵就离开了，于强想的好事儿自然也没成。他跟阿言说，虽然自己没干成坏事，但也起了坏心，实际上想都不应该想。他请求阿言原谅，阿言没有说话，也说了一声对不起，他心里也同样很愧疚。只是于强没有做实质性的坏事，但他却做了。面对于强想过二人世界的要求，阿言拒绝了。一年后，阿言和于强关系变得比之前更好了。过生日时，于强也知道送他鲜花了，生活一切如旧。这天，一家人开开心心地逛超市，而钟良也和妻子在另一个货架逛。本以为会这样擦肩而过，然而阿言却一眼看到了钟良，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。要说没有爱过都是假的，两人的结局又将是如何呢？是当作没有遇到各自离开，还是再续前缘天翻地覆呢？